很长的历史，从淘金时代的华人社区到最近的一批新移民的到来，维州的华人现在已经超过了25万，是维州最大的少数民族社区。维州州政府也非常乐意和唐人街这样的媒体一起合作，让维州的华人更加清楚维州政府在多元文化方面的一些政策。他可以第一时间公布一些政府的时事信息、政策，还有当地的文化信息。他还提供了一个新闻曝光的平台，能够听到我们留学生的一些诉求，像找工作难、想租房子难等等。我非常喜欢唐人街，我觉得他在真正的维护在华人的利益。非常喜欢唐人街，这是我每天早晨的精神食粮。我们也非常希望唐人街媒体可以欣欣向荣发展，希望唐人街越办越好，发出华人声音，彰显华人主张，在岸华人是一